朋友做兄弟，孝孝父母甘做有气，做人唔通讲是非，做人就爱讲道理，是好汉莫比较是安分守己，英勇好汉莫为难朋友兄弟，讲义气莫饮酒醉，无论地地里永远做我的兄弟，英勇好汉莫为难朋友兄弟，讲义气莫饮酒醉，无论地地里永远做我的兄弟。我住南大街第一间，说你，阮厝好惹人啊。阮公主叫李定科，哇，叫帝国，啊啦，听清楚无？南大街姓李，俺就住阮家。喂，俺在迄老妖婆唔到啊，哈？喂，什么老妖婆？唔对，哎，讲话较客气。咩？人阮老夫人哦，对阮较好诶。啊唔过哦，阮对面哦有一个死老狗，做人我恶劲诶，常常阮作对啦，真正是无死老狗诶，我快要去。哦，你这是何狗？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！跟我死老狗啊！哈，哦，那老妖婆实在作死，那伊卡手人假的啦！哈，我，哎呦，原来就是安尼哦，所以你唔知会来迄种情况哦，不利哦，你，行，我来接你，家家等你，你叫我干什么？行啊，我把你等你，等等等等，你过来，哎，过来，别个衰啦，大家拢赞，啊，怪我点么先出手嘞？哦，公主啊，哦，公主啊，公主啊，哎呦喂，别个。我去洗一下身躯的尔，你安尼大声细声就要创啊？哎，大金毛啦，啊，我公主我跟你出哪地哦？去用酒走呀啦！去用酒走。主要，感觉安那？不变啊，这样偌久嘞，我就艰苦的。你就对我啦，唔使艰苦。哎，苏苗，苏苗，哎，你苏苗是有效，苏苗，佮动者，那无吼，安尼加无用啊，吼，继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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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苏苗，拜托，拜托，无比你，无比哦，阮苏苗哦，今年哦，变成较早，甲阮青春美丽，拜托个吼，你爱无比，阮苏苗人遐尔好，对，拜托，互伊变更好起，拜托哦。哦，无紧嘞，我挡袂住，我要起来啊。漂亮嘞！哎呦，你这个讲话，我那亲像大队十八出来，赶快！你看看，你看，你的小细纹都不见了，你看。就是了。今天你我连摄影师都光顾，不用再修修脸了啊！就是你，你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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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传好蛋你。
不该同款，恭喜鼠标，变同款那个水，鼠标你真是天下第一大美女。美女，啊，这么欢喜的，我刚回好，我原来美妈妈，不记得谢你啊！哦，啊啦，什么代志啦？你上过来，代志唔好啊！遐武公主啊，甲伊主动捡拖走去啊！这是阮用来嫁妆的钱啊，还佫有一碗水。这一切物件拢有文生的形影伫的。我刚刚看到这物件，我就想到文生。哇！李定康。参见馆主。你来倒嘞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真思念吴文生？唔啦，吴公主吼，做思念迄吴公主啊，我吼，做思念迄个村阿弟。既然恁遮尔啊想伊，谁人袂去找伊？去找伊？我含伊住喺倒位，我就唔知影，我是要倒位找伊嘞。而且，若是照地国讲的，将伊救走的，可能就是阮家的世仇张老爷。阿姨甲这个张老爷中间到底是甚物款的关系，我嘛不知影。这件代志，我有听不过甲地哥拢讲过啊，但是你敢有发现，这个吴文生甲其他的人无共款？有啊。你也发现啊？你发现啥？你紧甲我讲。我有发现着，伊的外表虽然讲安安静静，非常的冷淡。不过其实伊的心肝内非常的热情啊，啊，佮有伊真够照顾别人，真够关心别人，而且伊是一个真优秀的人，啊，佮有伊是一个真用功读书的人，伊啊。好啊，你莫佮细细念啊，听你讲几波，你根本就无发现嘛。好，你真正是白痴呢，你有够戆，你真正是笨逼啊你。关注啊，啊你安尼讲到底是甚物意思啦？甚物意思？伊甲你斗阵食，斗阵睏，你竟然无发现伊甲别人无同款？啊，伊嘛是人啊，伊哪有甲别人有啥物无同款？哦，废话，伊当然嘛是人啊。我的意思是讲，伊是查甫，也是查某。关主，啊，你这是咧讲笑话？文生伊当然嘛是查甫的啊。哎呀，你有搞错啊！伊哪有可能是查甫的啦？伊哪毋是查甫的？那呢，伊的苏童是安怎个嘛是查甫的咧？对啊，我甲村仔弟斗阵遐久哦，我嘛感觉伊是一个查甫的呢。哦，讲到恁两个啊，一个是阿呆，一个是阿瓜，两个加起来真正是超级呆瓜。好啦好啦，真正有恁拍败啊！老实甲恁讲啊，其实吴文生是一个查某的。什么啊？你讲文生伊是一个查某的？嗯，那安尼讲起来，啊，伊村仔弟嘛是。假使我若约了无唔对，吴文生伊女扮男装进来，原来安尼，伊边仔迄个就是伊的查某囡仔。文生是一个查某。啊，对啦，村仔弟是一个查某，村仔弟是查某。那安尼讲起来都，讲起来，恁公主，你顶口配吴文生，你这个地果就配村仔弟，安尼是不是真适配呢？是不是想要去找伊？好啦，这本馆主欠你的啦。本馆主放你三天来教，不管是不是有找到，另外赶紧回来吃，知无？多谢馆主。地哥，进来，咱进来去。去。馆主啊，这一种已经将我的内底毁掉，我即摆已经损失几落百年的功德，即摆伤可能无简单遐尔去。李夫人，既然若是安尼，我甲永庆文公替你疗伤。唔免啦，就算讲恁替我文公疗伤，
嘛无路用啊。即卖我唯一会当用的，就是冰菜解体。冰菜解体？无唔对。什么是冰菜解体？冰菜解体，就是我家己吐丝，将我家己包起，变成一个冰蛹。这个冰蛹伊会当保护我，我就会用好好地内底修炼我的内丹，等到我的内丹修炼好，咱就用当作来必多大阵。必多大阵？什么是叫做必多大阵？就是集合一百种毒毒。他是讲必多大阵哪一出？我相信教主啊，因都无法度通活命。既然是安尼，林可怜，你得赶紧修炼。我甲玉庆会伫边仔甲你斗相共，等你也是好完了，咱才去斗阵来必多大阵。到时阵，你就教主甲你行，从中开始。强子啊！你都听我。连死几个，原来就是要收拾你。哼！恁竟然敢走入来我五道峰！不但爱来五道峰，而且阮讲爱消灭恁这危害人间妖怪。哼！苏阳也不知嘞，莫讲大声话，大事改变。太紧，你听我讲，你敢听什么？我才听我讲，今日是我吧？大事。想不到因咧讲你遐怪，恁今日入去山洞内底，我用冰蚕神功把山洞封起，大家恁若联合必得大敌，自然会当发神功出来。夫人，你是不敢多管一字？若要咱三个人在这改变生死，不如我一个人牺牲。恁紧入去，恁紧！你莫生气啦，你听我解释啦，我。莫搁再讲啊！阿爹吼，竟然甲你抓回来，就不准你搁再出去啦。你即马吼，乖乖回去房间，无我允准，不准出来。阿爹，你啥物来做啦？我踮咧招贤馆下个，学了嘛学了真好啊。不再讲，我甲你大哥两个人感情嘛真好，我。你搁惦去啦？哎。当初你答应阿爹三个条件啦，啊，即卖嘞，竟然一个条件拢无做到到，你是要怎做阿爹的查某囝啊？万一哦，这个计较代志代是拖住，你将来是要怎过啦？啊，哎呦，我唔管啦，我卖嫁就是卖嫁啦。你讲啥？我明明要甲我气死，我实在。阿娘，你卖生气啦。其实哦，小姐伊。你哦，你这死查某囝哪里啊？哈？我叫你好好照顾小姐，你是安怎照顾啊？竟然让小姐交男朋友啦！你讲，要安怎交代啊？阿弟啊，你听我讲啦，小姐哦，真正是一心一意想要嫁予李公主的呢。哎呦，我要气死！你讲这话，很口笨啊！哦，你哦，叫我替你生存，请老爷生存啊！这，哎呀，冤哦冤哦，早嫁安尼，早嫁啊嘛是安尼啦，这是成何体统啦啊！咱张家甲李家两家吼，本来就世仇啦，就算阮家庭是世仇，婚姻的代志本来就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的。哎，你竟然哦，私定终身啦啊！搁再讲，阿爹无可能哦，将你叫迄个大妖婆囝啦，我反对，我绝对反对啦！阿爹，我叫你阿爹。别讲啊，出门啊，把小姐带去房间，不准伊出来。以后三顿哦，拢伫咧房间吃啦。若无我的命令哦，伊若是出来，我就剁断伊的脚骨。阿爹，你爹你免安尼做啦，阿爹。好啊，出门啊。
紧的啦，把小川带去房间啦，要来无？我来叫人把你关进房间啦。爹啊，爹啊，小姐，咱哦，也是先你去房间才讲啦。也唔过，小姐你无看到，老爷等在生气，即马讲啥物拢无效啦，咱紧来走啦吼。爹啊，我爹啊。实在是真苦，哦，这个老妖婆啊，你竟然哦叫恁囝又讲查某囝，啊好，我不但要告你，而且哦要找你争吃。阿娘，害你拜见阿娘。好好好，紧起来紧起来。哎呦，阿娘看卖嘞哈，哎呦，阿你哪会加较瘦啦？阿你是不是这几天在遐哦吃无好，睏无好？第个呀？啊。啊！你是安怎照顾恁公主的？啊！你家己顾到安尼生气落去，啊！家己食到肥出出，你哦，看我来修理你。哎哎，老母嘞，你把我第个误了。你嘛是在讲啥？无啦，阿娘，是你误会第个。其实吼，是我前几天去破病啦。你破病？啊！你是安怎啦？是安怎来破病？老母啊，公主对啦，是咧休息病啦。什么休息病啦？啊，休息病是啥话啦？这是什么新的名词啦？哎呦，天哥啊！即马外口流行病是足多，你是唔通乌白来诶？唔是啊，阿娘，你误会啊啦，代志是安尼啊。哦，是安尼哦。你讲吼，有一个查某囡仔，啊，女扮男装，甲你做伙去照相馆哦，啊，而且佫对你足好诶哦。对啦，尤其迄个馆主啊，吼，对公主足好诶啊，所以阮哦，毋才紧转来，甲老夫人禀过这件代志啦。哦，安尼哦。定哥啊，较早阿娘吼，一直安排人甲你相亲，啊你都拢唔肯。今嘛吼，过去看家己人当千金小姐，是讲安尼嘛是好。你若较早缘分的吼，阿娘就托较早抱孙啊。安尼吼，咱一家就会旺啊。定哥啊，你甲阿娘讲，啊，迄个小姐吼是住伫个倒位？害你唔知影。定哥，嗯，你甲我讲，啊，迄个小姐是住伫个倒位？我嘛唔知呢。啊，连你都唔知哦。啊！你是要去倒遐找人啦？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对面的电话话啊，如果咱伫咧门口大细声，是啊，哦，这老怪物哦，啊，一工无甲上面伊皮都是上啊，哦，我看哦，一工若无甲念吼，伊都困袂去。好，因做嘛吼，即马出来甲伊修理，紧点做啊！阿娘，迈出来哦！阿娘，公主啊，迈起来啦！你莫看伊两个老的，去搬十八搬母鸡，啊，较搬嘛是安尼。我来讲，既然哦，咱家代志哦，并不个老夫人就好啊，无问题啊。出个代志哦，就老老夫人哦，伊家己管好就好啊。好，咱就静静等等等。等，哎，袂用的，我已经等袂住啊。好啦，阿婆公主，你等等等，我先去看卖一下啦。对不起。英勇无憾，无畏难，朋友兄弟讲义气，袂饮酒醉。老妖婆，老查某，你给我出来！出来！出來你叫这只小狗伫咧吠啊！嗯。怪阮查某囝啦！啊，正，恁查某囝，笑死人！当你嘛看嘛，你个在耍什么戏？啊，
看你生迄个查某囝哦，一个面啊是黄酸黄酸，佫无尻川啦。嘿哦，安尼坐咧是无大段啦，徛咧是螺丝酸啦。哦哟，一个哦矮佮肥佮短咯，假哦看到吹狗，假哦狗看到吹狗咧，甚物人介意啊？你是嘛煞袂啊？恁囝吼，敢是横杠像楼梯啊，巴肚像水牛啦，袂见袂笑。恁囝吼，强加阮头家，亏了阮头家，你敢知影哈？伤心容易的生活，想要认真的感情，希望一摆的决定，希望一摆的钟情。往事前程随风平，无留一丝旧感情，希望一摆的勇气。不是错误的决定。